来吧。桌子龟不消，我龟不消木的哦，我让板面上整片都是木靠。这样威力会很强啊，这样威力会很大。哎，觉两只的话，其实有些时候珠子会不够。这我讲实在的。对啊，三只真是稳妥的。血不够没关系，一样可以你。卡卡秀吉，对，卡卡秀吉。木屋都不要急着开，因为这样真的是绰绰有余了。塞进去哦，强化腐蚀塞进去就可以了。斟酌一下哦。木的消一康，水的消一康，想要把这个弄出来。哦，这个出来就好搞定。我靠杯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被阴到了，真的，我被阴了。流水跟木，蛇妖一定要留着啦。等下水柱流够多，没问题了吧？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七加四的话，伤害是妥妥的，然后再加上木屋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度哎。哦，差一点失败，差一点失败，要很快啊，很快啊，对啊，手很快，对，但是时间要久，知道吗？通关的时间，嘿啦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有那个，比较有 feel 啦，嘿啦。血不够哦、oh, ，Don't worry about。光暗水火星，我知道，我刚不晓得他转那么多颗啊，我想说他给我留几颗啊，连一颗生命都不留给我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，刚才有谁特别把它讲出来哦？那个 Beg 算是蛮厉害的人，就是有我这一台别的不多，高手很多，有时候跟他们交流，你可以吸收到一些不同的知识。哎呦！
这个叠珠啊，简直是失败啊！你管我，转出来就好了。没有啊，我在节目成就。OK 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快点！哎，没有人在刷戏啊，反应啊，反应很重要啊，各位。对啊，那个不错不错，很多观众发现到，对啊，反应血量不够怎么办？对啊 ，OK 的，示范一次给各位看。对啊，你看一波气了，你知道吗？苦龙蛇，讲苦蒙苦卖迷茫啊。啊，血量不够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噔！他死定了 ，He will be dead. He will be dead.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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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的 ，OK 的。站住啊！站住，不要动啊！别人笑我太猖狂，我笑他人看不穿呐、啊。一波气刷得很好，他捏捏你的画面都看不到了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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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叫做战术啊，各位！这个就叫做战术啊，各位！棒棒棒棒棒！一波 save 了，各位观众！我怎么觉得那火珠有点多、啊？我先消一点火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那火珠会不会太多了？怎么办？看好了，怎么办？看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切入，当当当！来，哦啦哦啦哦啦！对，我还没吃晚餐呢，各位。OK 啦哈，够啊，够够够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妥妥妥妥，逆天呐，逆天。对啊，我们游戏里面有个血盟叫逆天，巧合巧合。